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王浩洋老师来为我们讲解第25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十六强战的对局。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盘棋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中韩大战，是由中国的柯洁九段对阵韩国的申真谞九段。浩洋老师，你好。陈老师好，大家下午好。LG 杯啊，是第一个开赛的这个世界大赛啊，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对，在十六强战的就是上半阶段，咱们中国棋手好像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对，在五号，在上一次是五号的前面的四盘的对局中，我们发挥的不是很好啊。对，然后只有我们杨鼎新一个人进入了八强，最后另外三盘棋。应该说是有一盘我们优势比较大的一盘，是意外的输了。对，然后还有两盘对冲战也都输掉了，感觉还是发挥的不太好啊。对，而且呢，我觉得小将丁浩啊，一直是被这个申敏俊对棋手们非常看好的，因为他是2000后，又是去年围甲的 MVP，都觉得好像他的实力是不是该夺一次世界冠军了？因为他对柯洁的个人胜率好像也特别高。对，就是他在围甲的那个比赛中，感觉就是发挥特别好，然后就是各种的对手应该都在被他赢过的。然后这次比赛，可能好像世界上好像他可能参加的是不是还少？感觉机会好像还是没有太多，可能有点不适应，有可但是这个在网上作战吧，其实我不知道浩洋老师您适应不适应，因为咱们更多的是传统的这个面对面的对局，那这个在网上对局会不会跟棋盘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这是现场的。画面，对，这个进到这个对局室都是要安检的，这是韩国的安检。你看，这是我们朴廷桓九段，大家戴上口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有点，围棋有史以来是不是第一次叫安检进入赛场？是啊，我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这是我们中国棋院的比赛现场，你看，我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在电脑上 下在嘛，电脑上我下。总觉得就是除了咱们训练赛有一些训练，大家会在网上。这是柯洁，咱们下棋的时候还是不戴口罩的。我看韩国棋手都还戴着口罩，但室内戴着口罩，我总觉得很闷呢。这是刚开局，对。好像看起来柯洁的状态还是比较轻松一点。这是申鑫，对，他们也不也下棋也有不的戴戴，有的不戴。他旁边的那戴着口罩，我就没看清到底是谁，是赵晨宇。这都是我们这个应该是又新一批的一个代表了。我觉得丁浩应该丁浩、赵感晨觉宇，要排第一，然后接下来就是赵晨宇啊、谢柯啊、廖元赫啊他们。不过这次 LG 杯的八强阵容里边没看到这些更年轻棋手的身影。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这变相一。对。刚才浩洋老师，你还没说呢，你在这个电脑前下这种世界大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一样，就是感觉可能跟面对面那种，可能好像是不是感觉更放松一点？觉得就没有那个比赛那个状态，好像是感觉就而且在网上下棋跟棋盘上下还是有区别，就是如果你在网上下的多的话还好，如果下的少的话，你跟那个棋盘上的感觉那个差，其实差挺多的。是啊，就是手摸子，然后落在棋盘上，和你拿着鼠标这样呢，对，你只要那种对着感棋觉。本对着棋盘跟对着电脑还是不太一样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自己当然是下的在网上下的很多，因为我平常训练的话，现在就基本上就靠自己在网上下。对，然后他们的，咱们的中国棋手我不太清楚，他们好像在野狐比较多，我一般在弈城下。对，然后韩国棋手倒是这几个人，我倒是经常在弈城上跟他们下棋。那你个人觉得
你在网上下和在棋盘上下的水平是一样的吗？我觉得还我还可以，我觉得我还可以，就是我个人来说的话啊，那就是反正能发挥出来百分之。有的人觉得我在网上下的比现实中下的好啊？是吗？那就是就要就那个考虑你这个啊是。单独作战吧单不单独的就是不是那时候还没有 AI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哦、对就是因为我拿过世界冠军不过是在网上就当时有东洋生命杯嘛、嗯、那个历程的那个世界的那个比赛、哦、网络的这个对网络的比赛拿过世界冠军、对对对就是说但我在现实中就没有拿过、嗯、其实就是我个人来说其实可能差别不大那就是对你对我来说差别不大、嗯、但是我认为对普遍的棋手应该肯定是有差距的是对申真旭和柯洁呢这个也是老对手了而且呢这个申真旭也一直在韩国的等级分排名第一世界是不是也第一现在世界他已经霸占了这个位置很久了哦嗯那你要说他世界第一呢我觉得柯洁肯定不服不，世界的那个等级分就是说他有人去排那个，但是可能棋手们也不会说太去承认，但其实有这么个东西。对他那个是按照本国的成绩，然后加上世界成绩。对，世界大赛的这个。申真旭已经很久没有输过棋了，好像。嗯。哎，就是在韩国，好像前面输过朴廷桓一盘，但基本上都是在赢。是。所以呢这盘棋呢咱们就格外关注，由于这个八强赛啊、嗯、咱们之前的那个应该算是第一阶段吧对对对算是就进了一位中国棋手、啊、对、嗯、啊看看今天咱们中国的三位棋手有什么样的发挥好、啊、那么咱们先来看看柯洁、啊、柯洁这盘是申真旭执黑啊执、嗯、黑执黑的话啊是韩这个是 LG 杯是贴六目半啊、哦、贴六目半但是柯洁好像白棋的胜率还是要高一些对就算是六目半柯洁肯定也是喜欢白棋嗯也是喜欢白棋啊这个是因为我们中国棋手普遍都是喜欢白棋对无论是他是贴六目半还是贴三又四分之三子、嗯、对对对、啊、这个直接点角也很常见不过这个子儿在这儿好像、嗯、好像少一点好像正常是不是在这儿、啊、对高位守个角不知道这怎么守啊就是他肯定守这个好像多一点、嗯、对然后他这盘是选择直接点角这个、嗯应该都差不多好像也没什么好坏就是看心情我觉得对嗯然后白棋挡一个嗯白棋挡这个这个子好像在星位的情况下挡外挡这边的比较多然后在小木的话好像就挡这边挡这边的比较多啊、嗯、具体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是为什么就是但是我看他们下棋都是这样的可能是不是觉得小木这样挡完以后这边的发展可以有个拆边啊、对好像能好一点要是星位的话你拆边可能这个角又被点了可能又没了如果星位的话大家可能也就是守个角、啊、都是小飞守角了好像是他就是如果是这个小木的话好像挡这边的比较多一点、嗯、啊，这边可能就是说他发展的时候可能这个更实地可能更好一点比星位哦，我觉得是这样对不过我觉得现在咱们棋手的一些布局啊很多呢、嗯、其实都不是太动脑子就直接 AI 测一下跑一下就知道对就是到底我这个位置是哪儿然后我挡哪儿反正基本上来讲 AI 说挡哪儿咱们就挡哪儿就好了感觉前面几手棋是这样啊对就是他们就不管是挡这边还是挡这边他们肯定都已经对这个变化已经都完全都了解了、嗯对我觉得如果是前20手30手基本上来讲啊跑过的概率特别高对那是对那是他们这个肯定都跑了嗯对你像我这种不怎么训练的还看一看呢玩对然后你看他这个就长这个啊对然后他跳出来啊然后白的肯定是抢了这个挂啊这个正常来说感觉白棋能挂到这个就是我对这个棋的理解的话、嗯、我觉得白棋还可以就是这个小木的位置被白的挂过来的话这边显然就是白的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如果这两个位置选择的话肯定如果是这样肯定黑棋是不是愿意走在这儿或者是星位更好一点、嗯、啊感觉这个小木这被挂过来白棋有这个配合看上去黑棋就是可能差也不差但是我就觉得白棋心情会非常好嗯啊心情会比较好
对，以前反正是这样的小目，我们都有心情，就是哪怕有个空角，都有心情挂一下。对对对对，是。嗯，是这样的，就觉得这样的话，咱这个白棋这边的自己的配合还是不错。嗯，啊，这正常来说，黑的应该硬一个。这棋实战他们又选择硬，选择这个小尖。啊，本来其实 AI 就是说他觉得被白棋飞压的话，其实是有点亏的黑棋。嗯，其实是有点亏的，但是这棋他没有选择小尖，我有点没有弄明白是为什么。就是就算他是深圳区，我也就是想问一问这些为什么不小尖，因为这个小尖的话跟这边的争子没有关系，就是他现在冲断的话，我有小尖，我也你也争不掉我啊，你也争不掉我，并不他可能这样的话，如果小尖是不是如果换一个方向，小尖是不是有可能就争掉了，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引争的手段呢？啊，这样就争掉了啊，就是啊，怕引争的手段是吧？比如说小尖的话，这个来个这个，来个这个是吧？嗯，啊，这个就我就不懂了。这个如果我飞出来给你转换的话，是什么？就这个其实这个引争也不是说特别，这个争子不是特别的严厉。嗯，你端这个，然后啊就这样，然后这个吃了。这边其实你这两个也挺损的，所以我感觉我就挡一个，感觉就本身我飞压肯定。还行，嗯，是一手棋，对。然后你这个点是为了那个引征点了一个，然后我挡住，觉得这样的黑棋也不一定怕吧？好像，我感觉就那个引征这个征子主要不是特别严厉，他如果这个征了脚上没有活的话，那这个征子特别厉害。现在的话脚上已经活了，嗯，这个子他基本上就是他这本来如果说在这儿的话，可能白棋应该肯定是明显好的。嗯，对吧，你现在你走这儿虽然说暂时它是跑不出来了，但是将来它就借用还是挺多的。对。啊，如果这种直接拔了，那肯定白的明显就优势了。啊，所以这个先引个征确实也有这个顾虑。但是黑棋我觉得这样下应该也还可以，应该不亏。啊，反正是我这棋我应该会尖起来。我没太懂这棋为什么它直接就脱先了。嗯，这个棋老师教的这个棋永远就是被白的一飞就是亏了嘛，就亏了。嗯，就是那我想是不是他有什么新的训练成果，就觉得这个地方或者是你尖一个他有什么严厉的纠缠你的方法有没有？除了这个尖冲一个应该没什么、啊，对，如果除了这个尖冲这对我都影响不大，除你要不靠，你靠我肯定搬你，就是那主要那个征子。嗯，也不是特别的，你不是说被你争了我就不能动了，感觉你争了我也还好。啊，反正我觉得这棋还是正常得尖起来。啊，这个可能是他自己的研究也有可能。啊，但我觉得白的能飞压到这个白棋还是挺开心的。啊，尤其是感觉这边还是白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势力。啊，是。感觉下成这样，我反正我是比较支持白棋的。啊，跳出来啊！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被飞压，就有的场合，就比如说这边就是价值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其实被飞压一下也还好。但是现在感觉，每个位置的子都特别的好。但是我记得啊，当初就是这个定式是这样说的：假如说呢，你黑棋这有子是肯定是这个黑棋不好，然后这有子呢黑棋也不太好，这边有也不太好。但是呢，如果是在这儿的话，就是黑棋就还说得过去。如果没子的话，黑棋还行。是，咱们那时候我们以前学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就是可能被飞压两下也没啥。对。但他现在这个电脑就是基本上挂角的时候。不是尖就是飞，你就很少见到被飞。就是这边没子，然后被人家飞压，也觉得稍微有点难受。也觉得难受。嗯，对，就你看现在的棋，基本上挂角不是尖就是飞，嗯，连夹的可能都少了，夹感觉被一飞也是。对，就好像没有夹的。对，就是基本上尖就是飞，就这两个下法。所以正常来说，被飞压还是白棋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而且尤其是我觉得现在这白棋这边两翼张开，这个是由我们以前学的两翼张开。反正我现在是这样，我是觉得布局白棋应该是不错的啊。黑棋没有下出什么比较有新意的东西，嗯，啊，实战的话，他这个棋应该是贴起来啊。这棋就是他如果像这种分头的话，就是我们说。就是效率就不是很高了啊。这边大不大？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种下一个，
这下一个就相当于咱们不是点完三三之后，不是经常在这边下一个准备什么攻塔还是什么？这应该是挺大的，就但是可能你走我就跟着你飞一个，就是。那这能不能再怎么？你弄我一下，我就反正就硬也还好，就是主要是我这个尖基本上是先手，这个被我搬了虎进去应该是不太能接受啊。我想着这样有没有可能就是假装攻一下白棋？白棋是不是就冲了打了长一个？就你可能也攻不到白棋，攻不到我，对你攻不到我什么可能对啊？就这样的话，黑棋可能自己的潜力也没了、啊。就黑的这棋，白棋他拆在这儿，他肯定就是说他内心的那个想法就是，你加我呢，我就飞一个。然后将来如果你飞一个的话呢，飞一个他拆回来，我有点不太肯啊。对，虽然可能他的这个配合也觉得一般，但是我觉得黑棋总不想放过白棋。就是为什么白棋就这棋白棋本来正常的话，他拆一个这个。嗯，然后呢等于是黑棋飞一个交换和他拆一个交换，白棋肯定觉得这两个交换我是还不错的、嗯、因为本身我已经拆到这儿的话，对，你飞我不会飞了，对，你对我没有影响嘛、嗯、你就不会飞了是、啊、这是白棋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他拆的这个啊。如果说你打住的话呢，他就反正他就飞一个，就这棋本身飞一个呢、嗯、他也觉得挺大的，嗯，然后这两个交换呢他觉得他也不吃亏，因为飞过来的话其实这个棋白棋他这个棋形还可以，就将来这个棋他搬虎基本上是先手、嗯、这个棋应该不能被白的搬进去，搬虎如果是先手的话，他这个地方其实黑的本身自身眼位其实是不是很好、嗯、白棋就他就选择一个跟你一个对跑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步棋也可以下，我觉得也可以下，但是就这个地方主要现在下的话 有可能就是如果是落后手的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将来这个棋白的已经走了这个了、啊、这个棋如果这边再不走的话，推过去我就这样推，就是我只要我推你搬，然后我就推你正常连搬，嗯，然后呢我就冲断一下，对，这好像是以前那个定式、对，以前的定式啊、然后我们就尝一个，嗯，打一下吧，然后你应一个，然后这个都不顶一下，嗯，如果这都走着了，再随便怎么拆一个，这太大了，啊，主要这边就算你分头，这有个分头，白的就算再点个三三，就这一些交换，黑的就非常亏，嗯，如果这个再被黑白的推过来的话，因为这边感觉黑棋其实并没有什么目，被我一点三三的话，但白的这已经非常高了，这边的配合就非常好。如果说黑的在这个地方一个作战他落了一个后手的话，有可能他就是有可能就吃亏了，嗯啊，那个地方就是确实很大，但可能他飞一下呢他又不肯走这个呢，他又怕落后手、嗯、所以他索性呢他就先不走了啊。当然他贴起来的话，那柯洁我们说这个对这步棋就争到了这步棋了，但是可能我觉得肯定啊有很多的这个爱好者朋友觉得就、我这样跟着你，你送着我为控，这为什么不好呢？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想走的，也挺想走的。嗯、但是这样的话就跟我们刚才那个白的推过去就不一样了。连扳的道吗？连扳我可能给你吃了，我可能给你吃了，吃了就给你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连扳的道吗，咱们看一下。嗯，给我了，反正我这个实地还是可以的。这个反正白棋把头过去，找个地分个头，也是一个对围的架势。我分个头，我应该不能，我不跟你围。这样的话，你打一个，对我就没什么太大影响了。因为我也提了，已经非常厚。这样的话，实地还是有点损。嗯，实地还是有点损。这黑棋应该不害怕。当然，我觉得你正常尝一个吧。尝一个啊，正常。那尝一个是就对围了吗？尝一个我也不给你对围。啊，也不是对围啊。对，我不给你对围。我看你都压了这么好几个。我压完了，我还是要分头的。还是要分头。我还是要分头的。我。那估计就这样了。我还是要分头的。然后什么点一点？哎，这我看着也挺大呀、啊。这压过来。我找个方法得做活的袜吧。嗯。就传统定型看看怎么样。传统定型的话感觉
白棋这一串是不是？对，没这几个子儿有点难受。嗯，没下到什么太多东西。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进来了？考虑，嗯，这样好像容易白棋落空是吧？走了半天没走上木。对，这黑棋这也有木，然后呢，这个角。然后这个还不一定是白棋的，这个将来拖一拖，嗯，弄一弄也不好说啊。就白棋如果跟着搬的话，总感觉跟着别人下了，不肯啊。对，本来你要推过去，这个现在你被他推过来了，啊，他这个从气势上来说，也不太想硬了，嗯，啊，他应该从气势上来说也不太想硬，对，因为这我不搬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你对我这个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一个手段，我感觉。嗯，就是你如果弄的，你如果来加我的话，我再搬。你要跳一个呢，我就拆个二，我也无所谓。这样，他的意思是这个啊，对，就是他如果跟着硬的话，本来我能压你的，结果被你给推起来了。嗯，这样的话你的这有发展了，我这个头被你压扁了。是，本来我能压过去的，这个他肯定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吧？嗯，他实战他选择这个飞，这个飞肯定没有问题。我感觉这是一部超级大手。对双方的一个消长要点。嗯，对对对，就之前我下棋我很难理解这个棋怎么就这么飞一个是干嘛呢？对黑棋没有任何威胁，然后就自己飞一个，嗯、就这些我说那棋为什么不压呢？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压完不是先手吗？压两下你一长，然后我先手我再走别的呗。但就是电脑他就觉得你这压两下俗了。嗯。而且你这本身也有价值吧、啊、或者我以后还可以这么飞压之类的，是这个人家头已经挺到这儿了、就是你这两下就主要是他这个头太硬了，这样的话他这发展就很好、嗯、啊，你压两下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没什么影响、哎、但是换过来一想、嗯、如果你走这儿你最不怕的就是他走这儿吧，那肯定不怕、啊、对啊，那其实就等于这两个交换了一下，这两个交换就他觉得亏了，他觉得亏了这两个、嗯、这两个交换这得掉几个点，这我也不知道，这我不知道掉几个点，但是他肯定觉得这两个亏了。对，因为你说这个压了再扳啊，我觉得这手法太俗了，有点下不手。嗯。但是呢，如果这样一看呢，那他走这个、嗯，你走这个，那我肯定高兴了。是高兴啊。嗯。那如果是这样一推理的话，那其实也就这俩交换一下。是是。那其实是白棋从大势上达到了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如果说他有特别着急的地方，他也有可能就压了扳了。嗯，比如说这种棋，这个地方特别大，他就是不是这样的，可能压了扳了，他要把这个跳起来的话，有可能他压了扳了。除非他特别想抢这个，就是有一个特别想抢的地方，然后我先手扳了连扳，就是他有个特别想抢的、嗯。现在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着急，就是这有可能是他压完之后要抢这个跳，就是嗯，比如说这样的这个棋是有可能这样的棋。这样的话是有可能的，就这样的棋。如果你飞一个的话，可能被黑的这样震了，就是这样。你压两下以后、嗯，然后要抢这个跳，就是一个比较急的时候，嗯，有可能会压啊，也不是不能下，其实。其实我觉得把次序一反过来 啊，我们就都能接受了。但是如果你直接那么说的话，就觉得哎，这好像有点送黑棋，把这个形状下得特别完整。是有点俗，但你可能也、嗯、我也不知道，主要是有我在网上也是，就本来我一直对这个不是很、嗯、很那个理解的、嗯、啊。后来有一盘我就在网上下了一盘棋，就跟对手然后。跟朴廷桓嘛，然后他就这么飞了一个，哎，我说棋飞一个确实很难受，就当时是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棋，就是一个我一个无忧角，他一个尖冲着我，然后我没理他，然后我去点了这个三三、嗯，那他就飞一下你就脱先呗，他是飞了我脱先，就这、嗯、但是这个棋是这样的，就这个棋是这样的。这棋是这样的，如果我脱先这个，他又飞到这个，又抢到这个跳了。就是如果我在这边进来的话，如果落后手再被他挡下来、嗯，我觉得我就亏了。因为本身他压我虎了长、嗯，现在等于如果他压我虎了长的话，嗯、他首先他这个挡和他这个反而他麻了。那你就是再走一个，他飞一个，你走别的地儿。我走别的地儿是吧？我这两个都不走，就是我当时我后来是硬的走了这个了，然后他被他一跳，我是觉得不太好下、嗯、啊。他这个时候他要压两下的话，反而该他选择了，就等于这两个就见合了，嗯、所以他就选择这个飞啊。这盘棋会不会有同样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但是
反正还是菲利，反正电脑都是推荐这个菲的。嗯，啊，电脑都是这么推荐。更含蓄一点。对，他觉得压一个好像现在俗。对。第一感真的挺俗的，第一感真的挺俗，但是想一想，它等于飞了一个，是吧？对啊，它如果它飞一个，那你就会觉得这手机不怎么样了。嗯，那你这手机它都不怎么样，你这个也就忍了，也就忍了，是吧？这两个肯定还是亏了，但亏多少不知道，判断不清。嗯，但是这手机肯定是很臭了，黑棋。对啊，黑棋肯定不会往这儿下的嘛。对，黑棋肯定不会往这走。嗯，实际上黑棋跳这个，嗯。这个跳也很大，刚才陈老师说这个搬、就是搬过头来也很想走的一个。对，我想搬了连搬。搬了连搬。对，我觉得搬了连搬还是比搬了长看起来硬气点。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感觉特别软弱的那种感觉。哦。然后而且再被你这一分头，反正我就挺难受的。如果我能把那个你的头给卷过去，哪怕这两个字死了是不是还行，但是确实实控有点大。哦，死了实控有点大。嗯，主要是死了以后黑的厚了，它这个就你再拍它的话它也不痛不痒了感觉。嗯、啊，它提完了一个肯定也是分头，肯定也是分头。它提完以后黑白棋这个吧，头是过去，但是它毕竟眼位还是不是很好，就感觉就不知道、将来如果被它分头完了发展一下，不见得是特别厚的一个棋啊，对，所以他不走应该也是有这个担心吧。嗯、我觉得他这样拆个二，对，这样也很正常。感觉这样，我还是觉得白棋不错，这个棋啊，我觉得还是白棋不错。这布局、黑棋实在是没下出什么有新意的东西，我觉得。然后这时候黑棋这步棋肯定很大，这步很大，嗯，但是。就是他肯定对于白棋这边的一个潜力还是有一个担心吧。然后实际上他是选择了这个撞击地球，这个撞击地球，这个是 AI 推荐的下法。嗯、我们在以前我们是没有不敢下的这种棋，就很觉得是特别俗的一个下法。本来正常的感觉都是什么挂呀这种。然后他这个实战这个撞进来，对，这个也是这个大飞手脚的时候啊啊，这个撞过来是特别常见的。现在呢，这个比大飞手脚还多了几路，他这个也是撞过来的吗？对，也是撞过来。就这个棋好像这样的下法好像就是撞的，他这个电脑推荐就是撞的这个棋啊，这个棋，然后他黑白棋正常是搬这个，一般都是搬这个的啊。如果你搬这个的话，被他搬进去搅活了的话，白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如果立一个的话呢，他这个棋就是，当然他就立一下，然后啊，然后搬了虎一下，就啊，就这样，就这样。然后白黑打一下的话，他可能就这么天上飞一飞，就他这样黑棋，他觉得比直接挂进来就是效率呢要好一些啊。嗯，但具体我这为什么好，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就是电脑确实是这么推荐的。啊，就要搬了虎一个、啊、然后再飞。啊，对。哦。嗯。电脑确实就是这么推荐的。我看你直接飞的时候冲了点方是吧，还有个这么个图。直接飞是吧，直接飞我没见过，我不知道，我就看电脑这么推荐的。这个图也看见了一个这个图。啊，那是有可能。这样的话你搬就搬不到了。确实也是。这样你搬不到了。所以先搬到还是便宜啊？也是便宜了。搬我也只能挡，然后你胡我也只能打。对，这个电脑是这么个给的一个图啊。嗯，是，当然白棋正常来说肯定还是一个内搬的啊，正常来说还是一个内搬的情况、啊，内搬的话黑的也只有一种下法，它只能往外搬啊。它往里搬的话，白棋就便宜了，这个黑的就打了粘上了，了啊，这打了粘上了。对，我这正好夹着你，啊、这样黑的就不是棋了。嗯啊。就内搬的话，黑的也只有一种下法，就是搬下反搬，对，因为断的话也不成立，断的话白的就成一个，这就明显不行，对，这个他就只有反搬啊，但反搬这棋白的有这两种下法，这两个打，这棋我觉得如果我下，我有可能这么走，但是我不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子儿，我倒是想这样，但有了这个子，有这个子被他压一下，难受了，我就退一个。然后这边是走什么？现在我看大家都喜欢撞再撞，对，都喜欢、以前大家可能也就拆一个就挺满意的、现在反正大家拆这个不满意，拆这个就打入，所以有可能，因为撞完现在的话，可能这个征子啊，这个征子
正子好像是不是争不掉白棋？对呀，哎，争不掉白棋，那争不掉白棋也不一定不能下，就不安住，因为这边能争掉，这边如果你粘上的话，主要是你粘上本身白黑棋也不是很损，黑子就算长出来，好像也可以，可以粘啊。这样的话就感觉黑棋好像就是本来是你的一个势力范围，怎么被黑棋我这靠两下，再这么靠两下，怎么变成黑棋的了？啊，这样是白棋，他是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啊。是。就这个图，我们跟刚才陈老师这个还原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还原就等于是这样，那我挂就角，对你挂角尖顶了再尖，然后黑的压一个，然后你退一对，个这啊。挤了一下，这下到这儿，这肯定是不用看，肯定是白棋亏了这个棋，对吧？你本身尖顶了尖就不怎么好，然后压你长一个，这你也不怎么好，这你还这个子还这么近对啊，啊。就这个局部肯定是明显白棋是不行的，然后就黑棋呢亏呢，它就亏在了这个底上，啊，这个底撞确实气是了，啊，确实是亏了，对这个将来这个底下也是亏了啊。但之前黑棋认为之前它的便宜其实是可以足以就是弥补它这个亏损的，啊，所以说他就选择这个靠，所以他这个靠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啊，这。AI 它不是胡乱给你弄，它还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其实是以前这种小目直接碰上来的这种难招以法，想象，对啊，我难以们都想不象敢去想，别说是下在棋盘上。啊，就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对，但其实它确实不亏，就是确实不亏，对我们的那个思路确实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确实是便宜了啊，还特别厉害啊！实战当然柯洁他是不会这样打的啊，他。这样打了，刚才被黑的，我们这个陈老师一碰啊，很厉害。这样的话，这边这个黑棋好像配合非常好所以他断打，啊，除了这个打，也啊，就只有就这这个个。打了啊，这个打现在因为征子不利，你也不能再粘上，你就再所打以全，啊。然后黑棋是不太可能选择这样的下法，是黑吧？棋这样的下法如果应该再是有点起，亏。现在的话，不知道白棋是开劫还是开劫我可能万劫不应，我有这个。那我也粘上了，是吗？我觉得得粘上吧。我打这个呢，如果打这个也得粘上吧？莫非我还能粘这是吗？你，能吗？但不是能啊！你如果你粘上的话，现在我觉得应该是白棋还不这个白棋这个给弄下来，这感觉这边黑棋已经哗对，啦啦了，这五个棋子，这五个棋子。我发现你有这个虫，还有这个虫。这个好像更严厉一点，好像我感觉这个白黑棋不行，这个不能被冲下来。这个冲其实也还行，但是这个冲就是我觉得这个冲好像比这个要损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冲这个可能而且大一点，我感觉我觉得黑棋都挡不住，黑棋都不行，反正对黑这个棋，转换黑棋都不行。对，那就这个打不上去的打话，不上去，那就算这这个个，棋，就是说我们可以告诉爱好者的话，就是这个打。我就算粘上，我就没有劫财，我粘上，这黑棋也亏了，这我就打了长进去，这个黑棋也亏了，其实，也亏了，所以这个转换是黑棋不能选择啊，这个转换基本上黑棋是不能选择的，就等于这两个交换，这我还送我一个，本身这个局部下成这样的话，黑棋应该是还可以，就是白黑棋应该是那个稍微好一点。啊，但白的也还行，因为我走完这边，然后也夹住你了啊。但你现在这黑棋先送一个，啊，你先送我一个，这个是白送的，这对，期因为我是提你提子提子的嘛，所以你白送了我一个，然后这个又断了我一下，又这亏损。啊这两下实在是亏了，不知道亏多少，亏飞了，就是因为本身你正从这拐出来的话，黑白在这可能有可能还没有活，现在已经成铁了啊，这两下亏飞了。这个定式基本上白黑棋呢是不能选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判断啊，这个排除法，当你这个选择有点困难的时候，你就先想，反正这个时候你这个肯定不能下吧，你这个不能下，那也就只能这行不行，可能也只能这么只下能了。这么下。就爱好者其实有的时候肯定会想，哎，我这吃了吃，我把你对这啊，提了，把你空都破了，有什么不好的呀？其实就是。
这不光就我觉得我以前我下棋小的时候也我会这么想，嗯，就很财迷，觉得你的脚变成我的脚，对，嗯啊，但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他这样转换了的话，反而还是亏了，这个还是得立下来，嗯，然后白棋粘上，白棋粘上，等于他把你的征子给防住了，嗯、这个啊，然后黑的拐出来，对，其实这个呀、啊、也是一种转换，但是我觉得这个白棋好像我看起来也挺好的，白棋挺好的，白棋应该是每步棋应该都是正解，嗯、就是招应该是正解的图，对，然后黑的就吃这个，然后白的争掉啊，然后黑的拆个二，这个定型成这样啊，定型成这样，感觉白棋还可以啊，白棋还可以，白棋可以争到这边的一个大场。对，白棋脱先了，我就想这四个子啊，现在我觉得好像有点薄啊，那不怕吗？嗯、白棋就是，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黑棋虽然说他感觉对白棋压迫的挺近的这个子，但是你并不是很厚，嗯，就是我随时往外跑，你也封不住我，而且我这全局这边也很厚，这边很厚，就是你想攻击我的话，我应该还不是很怕啊。嗯，而且他这一飞就这飞，那肯定就活得非常好了。嗯，而且外面还有头。嗯，对，嗯，下成这样肯定是布局，我觉得白棋非常成功了。我觉得是，嗯，就感觉黑棋就太普通了，下的我感觉就是啊，太普通了，没有一个就是精心准备的一个感觉啊，就是随便下。他可能这个也是他精心准备的，只是你没看出来而已。啊，这个是他精心准备的，那黑压是吗？对啊，不能吧？我估计他这个尖啊，然后这个贴起来，我估计是他准备的。啊，是他准备的是吗？那这才十几手，都说很多这个棋手啊，嗯、而且尤其是申真旭，其实是特别用功的一个棋手。对啊，我是觉得，啊、嗯，对啊，嗯。那他肯定在网上下了无数盘黑棋啊、白棋，肯定是有心得的，只不过是不是柯洁今天的这个应法是他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那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反正这样，我反正胜率黑棋是很不乐观的。我这个就感觉、嗯、总觉得有点奇怪、哦。我觉得黑棋啊，觉得柯洁下的很顺，很顺手、嗯。对，然后这时候在这个局部，现在白棋的下法。对，有很多种啊。但是我觉得所有棋手的第一感可能还是挂角堂堂正正的。挂角啊，就是我觉得挂角可能就是以前像我们下棋的时候的感觉。对、啊就是，我觉得你尖顶我长顶一个，我高拆一个、哎对对对，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定型。对，就是以前的感觉都是这样挂角。嗯，对。然后现在因为有了点三三。然后现在点三三黑的挡这边，这样的话就比较宽，就觉得这边就、啊、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还会点三三。如果黑的长在这儿，对、啊、对，那我有可能对黑棋就点三三了啊、嗯。然后这时候，当然实战他是没有选择这个挂角的话，现在可能黑棋他应该不会尖顶，他可能会加。这个是我们以前就是、哦、对这个棋形有误解的一个棋，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这个点三三特别舒服。就觉得挂完以后点三三很舒服，但其实我就觉得你这个好像拆的不对你这个头都已经到六路了、嗯、你也就拆个四而已、嗯、对，但是呢它这个棋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局部啊，这个局部我一直说、嗯、跟小朋友们也说这个局部白棋亏了，这个定式白棋亏了，为什么、啊、就是因为这个爬和粘的区别吗？这个当然是有区别，爬和粘有区别、嗯、但是我跟你再我们再来首割一下，咱们一个还原法、啊。对，等于怎么还原呢？这样还原，我直接点三三、啊，直接点三三跳出来，那跟这边形状一样了。就是你本来你这样嘛，我们说你正跳出来的少、嗯、啊，就算你飞出来啊，这样的话是一个很常见的棋形吧、嗯，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棋我搬粘了一个，你搬粘了一个啊，你搬粘一个，本来呢黑棋正常虎一个，这样的话、嗯、这两个交换肯定是黑棋便宜了。对吧，这两个交换肯定是黑棋便宜了、嗯、因为白棋这搬粘黑虎交换黑的就变得非常厚了，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肯的。嗯啊，然后呢但实战等于是这个定式，我等于我走在这儿了啊，但是你这点一下肯定也不便宜，我本来走这儿你有加的，你现在点一下，就是我如果走这儿和虎相比较的话、嗯、其实应该差不多，就这两个黑棋应该是差不多的。嗯啊，就等于你搬粘一个跟我虎交换本身白棋是不满意的，对。然后我这两个，这个虎和这个拆其实是差不多，那你等于就是不满意了。但是就唯一白棋的好处是，它这个子在跳，跳到三路，跳到三路、嗯，
和这个二路这个飞，但其实这两个呢，差别非常有限。但是吧，如果我跳在这儿的话，我搬砧就不亏了，对吧？对，你要跳，就是这个形状，我不是尖的，我搬砧了，你还补一个，我就不亏了吧？我先手啊。那要是那得看什么时候，你要是开局你搬砧虎的话也不便宜，你还是落后手好一点。哦，这个就是这个还是很有价值的，嗯、因为你尖完以后白这三个它不活，就如果说你想你尖一个跟它走这个交换，还是你搬砧跟它虎交换，嗯，你肯定选择尖跟它拆边交换吧，对不对？对，你要是搬砧跟它虎交换，那白的就非常厚，就你这个尖其实很有价值，它不是说没有价值。嗯，如果同样都是这样的，手术是一样的嘛。那肯定黑棋，对吧？那我肯定选择尖了。嗯，对，其实是跟这个道理是有点像的，就这个定式在我们以前下的，我特别喜欢下。我以前小的时候，嗯，就是，对，我把包括时专业空了以后，真的就捞是了。对，就觉得这白棋特别舒服。你这黑棋，局部你一二三四五六，我一二三四五六，咱们手速一样。我十目棋，你这，你点得上目吗？你点个五目棋对，这以差不后我多这了。跳一跳，你这个到底有多你少？点个五目棋差不多了，嗯，但其实确实咱们这么首个一看，这个棋白棋局部是不便宜嗯，的，白棋是不便宜的，现在下成这样的话，就是如果白棋实在选择挂角总是这样，应该是落后手了啊，黑棋可能就这边怎么进来，可能就进来了啊，这样可能就是白棋觉得不是特别好，可能才觉得他觉得这边其实虽然说这个力拆。但其实我这也，如果你都能围上，好像也还可以，这个效率还是能接受。是啊，但是你这个等于说你点角和拖这个，我也可以搬外头啊。那我这个不够大吗？搬外头，他的意图就是你搬外头这个不能算是你的，我长，我粘你上，粘，因哎，为我根据刚我才飞的一那个，个，我挂角，对，就等于说这样。那我这再继续下吗？还是脱先了？你正常的话你要脱先了嘛，因为刚才我是可以脱先了。你正常你脱先的话，将来这个地方我如果进来，这不能算你的，就是你跟刚才那样的话走完以后，基本上这黑棋已经是实地化了，而且这样的话，就先不说这边，如果说这个局部的话，白棋局部就比跟那个强。那个目数差不多。就但是我们首个一下的话，就是刚才不是说觉得白的不满意吗？这样的话就等于我变成我的三三，然后你尖冲，然后我爬了飞，然后你拐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也算是一个也算定是一式个吧，定式吧，也算一个定式吧，就是反正双方应该是，就是说这个局部的话，应该是白棋还行，就现在因为三三的话尖冲也少了，基本也不尖冲了，就是如果从局部得失的话，肯定白棋要比那个好一点，而且现在因为黑棋没有刚才加了，它这个三个子呢，将来如果白的进来以后，它还不是特别厚，还不是特别厚，如果你将来围控的话，它就二路搬砧一下，它目数其实也是挺大的白棋，对，这是白棋实战它拖的这个意图，就往往就经常有的时候就现在就是对，我现在这个拖竟然都比挂脚好了。就是我经常学生学点就 A B C，你选一个，就是面对各种局面的时候。因为有的局面应该点三三，有的应该拖，有的应该挂，就不知道。但是就是每个局面都是可以选择的啊。柯洁他肯定他认为就是这个时候拖一可能更合适。对，实惠。对，这个拖一个其实对于黑棋来说其实他挺难受的，他不管搬这还是搬那边都有点难受。对，搬这边大不好，这个不是他的空。他不好，不是很好围的。然后，但是搬这边的话，白棋显然达到了目的啊，就是他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他实际上是这样走的。下成这样的话，白棋显然就是比我们当初如果挂角他尖顶跳拆的话要好了。白棋啊，他等于已经非常安定的做活了。这虽然把你撞厚了，但是你比尖顶能跳，你角也小了。其实黑棋对，就是你目数少了，虽然厚了，但是你目数少了啊。这样我觉得就是白棋还是非常舒服的，我觉得对，这一拖应该还是比较好，就值得大家那个学习的一个棋啊，在这个局面下，对，是挂角的精进版，然后再压一个，然后它是搬起来去搬起来，这搬起来应该是争先手的意图啊，争先手的意图，但我看也有，
这个推荐说就脱先了，对，是吧？脱先了哈，在这边围一个，就是说实话，这个好大哦。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人类的话，觉得被扳死，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脱先。就电脑，你看胜利，他会觉得扳死你就扳了，打了再拆盖。但是你这扳给人家一个凑人家一个家，其实挺难受的，就是讨厌被他加。他对，是，其实他肯定是要加你，但是他就柯洁肯定他就觉得这样他做活了也还行，就是，但是他就是做活完以后，其实胜利是亏了的。但是就是作为人类来说，其实不太容易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子可以就直接就不要了，然后被你拔了。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了，他其实就把你这边削一削，不让你这么飞一个啊，或者怎么。这你但他不然他也觉得就是为了做活嘛，他就是把你这个就都做活了嘛。嗯，其实作为人类来说，我觉得确实很难理解这个棋。当然实战确实他是应该脱先的，这个，但我看黑棋的块都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如果白棋一围的话，哇，白棋这么一大，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巴掌控啊。白棋主要围他怕不好围，不是他的围一手还是吗？就是你看你围在哪了，你要围在这儿肯定是你，你要围在这儿这种啊，我有可能将来跟你拼了。对，我觉得这个或者这个这两个点，我有可能跟你拼了，因为这要都是你的，我应该对啊，这个空都已经围到这路，我应该不能够七路空啊，哎，六路也行。确实，他应该脱先。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班也还好，就真的也还好。但我觉得被人家一夹啊，这夹夹就忍着呗，就忍着啊，就忍了啊，就忍着，嗯，这他就通过一个这个弃子。嗯，通过一个弃子，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正常人类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并没有说，就是只能说你看电脑会觉得亏了，他实际上他是，哎，他是脱先的还是跳的？他跳了一个，啊，跳了一个，但是对申真旭也挺给面子的，就跟着应了一个，那就应一个啊。本来我以为是应该是脱先了，黑的拔摆的跳。嗯哦，但是他先跳一个，黑的也提。其实黑棋可以不拔的，可以不拔是吧？对，我觉得这边大，如果能扔进来，我觉得黑的确实可以不拔。如果是白的先跳的话，这棋其实白的是不用跳的，我觉得啊，这不跳黑的也不可对白的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强杀，对，不可能，你这对你除非走到二路，可是你走到二路，我这一会儿就跑出来了。你走到二路，我先给你施展一个妙手，可能哎，对。我就施展一个妙手，你可能就有道理凉凉了。对，这应该出一个考题啊，这个啊，这一靠是吧？对，这个多精妙，这手。这个确实，这黑棋就是说它不可能，因为这个有好的话它动不了啊。次序好像确实有点奇怪哈，啊，确实有点奇怪，感觉是白的应该脱先，黑的提白的跳一。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白的提脱就应该脱先，白的黑的提白的不一定非要跳啊，这个棋。我们觉得他可以这种都可以啊，我怎么觉得应该飞一飞啊？对，这个目数还更好呢。对，这样活得好，嗯，感觉上是。对，是飞好，嗯，因为你这个跳以后可能还给人一些借用，还有一些隐患，就没啥用啊。你跳一个，嗯，对啊，我觉得还是应该脱先啊。这个对，两个人都很有默契，不会棋谱错了。那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啊。然后白的跳这个。限制下黑的这个后势啊，这个应该是当初。我觉得今天大家没准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浩洋老师那一个一秒钟就靠上去了，反靠了。对啊，很妙。现在白的跳的话，黑的就只有再进来，要不然被白的再围一手就太大了。对，刺一个，刺一个，刺一个，白的实在是补在这里。对，他们都是喜欢贴着这个气的，嗯，高效率的补气，嗯，他觉得你冲断我也不怕，嗯，申真旭开始了，撞在这个白棋的铁壁上，嗯，撞在铁壁上，我觉得这样白棋肯定不会应他了，这个，嗯，对，肯定不能在这边走，啊，对，因为这已经是铁壁了，对对，然后实战他是反夹，嗯，反夹，这都是正常的，扳一下一长。然后没飞啊，飞了，嗯，没飞，把这个捡了啊。刚才我们陈老师说的这个飞，啊，这个很想走啊，很想走啊，因为我是觉得走完了之后等于说目数本来也大，嗯，还破了白棋的眼，
对对对，目数本来就巨大，对，然后还威胁白棋的死活，这尖确实是非常大的一手棋。白棋这硬了吗？白棋没硬，白棋脱先了。白棋，哦，跳这个，跳一个，跳一个是很大吗？我不懂啊。但是感觉这边好像人家挺紧的，走了一手棋，你又脱先了。这将来被夹怎么办？我觉得可能虎回去，只有虎，我吃了。那这仨就不要了，但问题是不要了之后，你这个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哎，这不大吗？这个夹子。这个挺大的，那是不是他还得这么走啊？还是？不知这这，这你是不是得尖？你走这，我是不是我尖你啊？你要尖，我这挡住你，还是没解决问对题。啊，这还是不活。就这感觉很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黑棋很想动手，应对啊，对啊，黑棋为什么不动手呢？这没变化呀，我加一个，关键是，这有啥变化呀？这个，你也不能往上走，对啊，你往上走，我走完了之后，你更没死眼了，了。还直接就死了，可能，对啊，这不大吗？这个，很大，这我也觉得是，很大。这跑这飞一个，这个很有意思啊。那就等于说白棋，这两个交换，对，白棋肯定还可以啊，感觉啊，是再虎回对啊，现在白棋又腾出手来，又来。发现，哎，这一夹怎么办？对对，这家真的很难受，这黑的不走，然后现在黑棋再点，反正就慢慢了了一一拍，拍。慢了一拍啊，好。这棋，反正往这儿下的感觉没有。这个棋，就他主要慢了一拍，他如果走这个的话，就是，可能你不走这，我就走这了。你要，但是宁愿让你走一下，可是我走一个。但是你这样我底下有个眼，我可能就活了。我可能就活了，就是他觉得他走这个是为了把你的眼去破掉啊，为了对，破你的眼，但这个感觉还真没有。我觉得黑的是有点急了，我感觉就这棋肯定黑棋失控，感觉有点不乐观啊，这黑的，这是实木棋，这不实木棋，那这两个十多木棋，全盘不到40木棋，反正这边应该已经有23，快接近30了，这边实木已经40，对，黑棋都是小块控。这个目数肯定是不太有利啊，这个。蠢，哇，对，这个时候这哇，就感觉爱好者不知道啥意思，就地做活就对，其实人家是他特别简单，想法特别简单，哇，这样往上一立，对，他就想做活，对，他就想做活，那这个时候申恩旭还要便宜他一下，这就是这个跳一个确实不如飞，这么看，确实不如飞，这确实被黑棋有一个利用了这个棋，对，你要粘上的话，你这个现实就亏了。那挡的话，总感觉这是不是得有点什么东西？挡的话，可能就是黑棋，他这我应该觉得还是会要有一打一下，些借用。还是要打一下。打完之后，他这棋可能就，就可能搬这个因了。为他这边就是先手对，了。你如果吃这个的话，我冲，就有可能要被我又要使出妙手了。哦，这我样就子，打了，对，他就这么打，不，我不打，我就尝一个，你就动不了了。打吃，你打吃，我就接上，这样你接上，对，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接上了。本来白的要打了冲下来的，现在你这个地方你要不走，被我蒙住了。对。那你这个地方你还得做活，所以你就两边就不能动了。你要是不想被我蒙住，你拐一个人的话，就被我这么一吃，这我就对，这个和这个见合对，了啊。这应该是申志旭的一个想法。
那实战课件也没有挡了。嗯，他就粘上这点儿，他就忍了。嗯，但粘上的话，实战黑的一小尖、嗯，啊，这个确实这一看明显还是不如飞啊，这个被黑棋明显借用到了。嗯，这一小尖的话，他就把这个吃补上了，然后瞄着你这个爬啊，瞄这个爬，然后白的断一下，断一下啊，断一下应该是防这个爬，然后再挤一下。这个棋这应该挤一下。应该挤一下，他后来没挤到。哦，这期他是随手了，我觉得。他就现在就挤一下。现在就应该挤一下，他这个应该是就是有点随手了，他没有想到后来会挤不到。其实挤到就没事了，这个棋挤到的话，白的其实就活了，都没问题。嗯、你既然走完的话，他挖粘一下，他就活了，没有问题。那对，因为你在这儿你还没补呢、嗯，所以他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对，嗯，嗯是的。这棋确实柯洁实战应该是大意了，他这棋直接立了一个、啊、他觉得这个挤一个是绝先、啊、他觉得挤我什么时候我这你还能被我冲进来这个棋啊，他这个棋他是觉得那个什么啊，这个时候他一爬他在挤的时候就挤不着，他一爬的时候再挤不到了，对，选择了个转换、啊、这个转换的话好像其实这转换也未必，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柯洁故意的啊，故意的，因为如果不转换的话好像黑棋还行，没有啊，这时候差不多是个差不多差不多、啊、但是转换完了是不是白棋就转换完了黑的好，黑的好吗？黑的好，黑的好啊，转换完了黑的胜率70多了，黑棋70多、啊、我怎么觉得是初始胜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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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多了，70多了，就我不过我看的是一成的那个、哦、我不知道野狐是什么样子，我可能因为我就瞄了一眼、嗯、我就记得这个转换完了好像这个是一个差不多的，没有转换完了是黑棋好、哦、黑棋本来白棋如果挤掉的话是五五开的一个、嗯嗯、转换完了是黑棋好的、啊、黑棋其实这棋可以先挖一下，我觉得黑棋实在是粘上了、嗯、他觉得我不怕给你转换，那柯洁觉得对啊，那就形成一个转换到这儿呢，我觉得我就跟你拼了，嗯啊，对，让他拐死、啊、拐死这个、这个、吃角，这吃那边这棋本身那是立一个角，他没吃掉，打了一挡应该不是进死，嗯，让黑的蹲一个啊，因为不蹲的话如果吃在外面这个被白的搬了连搬，白的应该是能蹭出一个劫的，如果你杀在这边我搬了连搬、哦、啊，利用这个角上一个特殊性啊，我搬了连搬进去，搬了连搬，对，能蹭出个劫，对，能蹭出个劫，对，哦，对对对，他这个嗯，你打吃我打吃，嗯，你要补这个被我一挡啊，所以呢他是走这个、嗯、啊，但是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转换，这个转换好像是黑棋便宜了啊，这样是这样的话，因为黑棋胜率还是不错的哦、啊，本来的话我觉得白棋一直是好一点啊，白的应该是挤掉，这挤掉不亏啊，关键是不可能亏啊、嗯、这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挤掉、啊，觉得可能是觉得必然能走着的，嗯，像是这样，像是这样，反正就是，不过亏确实是亏了、嗯、但是这种棋可能对于柯洁来说他更喜欢下，就是这个反正已经实实在在的吃着了，他把木先捞了，然后这个棋、嗯、他最擅长的就是把死棋利用起来搅和搅和，对，嗯，我觉得唐伟星也特别擅长是这种啊、嗯，特别能搅。反正现在这一走，实实去感觉这棋其实本来可以往这边一路的，他肯定没有想到这棋白的。对，他觉得我这都提了一个、啊、这么厚了、嗯，你还敢走到这儿？人家觉得你走到这儿差不多被我靠住。确实，这步棋我看到了柯洁这个够拼的，这柯洁全盛时期的一个影子啊！我感觉这个棋，嗯，那肯定得留下来争取。嗯，这个棋就看不清了、嗯、这就没有道理可讲了，这就是比谁拳头硬了，这个时候嗯、啊、这棋我反正看不清了，这棋是啊，这个现在就是你这一块儿它肯定得进来嘛、嗯、得做眼去，做眼去到底能不能，这边能不能派上一些用场，就是我是只能欣赏了，我觉得这个棋啊往里边来，这我完全
是陈老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反正 我肯定看不清。如果您能看不清，那 我反正这个棋就是你到底往哪走好，嗯、前面还能讲讲道理。嗯，这现在这棋就没的道理可讲了。对啊，其实这个就是谁力量大、啊、谁赢嘛。啊，对对啊，谁比、啊、就比谁拳头硬了。这棋理没用了、啊。我说我这有理，啊、我有理我做不重演，那没办法，那肯定不行。嗯、啊，这啊粘上啊粘上，反正现在是呢。这个路是给断了，因为你是连不上了。来考一个。现在我感觉就是黑棋，如果说它只有这一个，就是你只是单纯的把我这儿吃了，中间没有什么潜力的话，我觉得白的它应该是还可以的，它一个转换应该就不亏了。啊，它本来黑棋通过这个棋，它是中间有潜力，如果黑白的这直接杀进来，如果把你这中间都破了的话，应该是白棋还可以。是。这个时候啊，其实应该问问柯洁，你到底心里有底没底，然后吓成这样。这我感觉他也没什么。这个棋我觉得就是网站网络的特殊的那个棋。如果是实战，我觉得如果在棋盘上，柯洁可能就挤掉。哦，就是这个就跟网上是有关系的、嗯，就是他不会那么严谨的去对待每一步棋，他有的时候这种随手是很有可能的。对，那网上他就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严谨的感觉。是在网上，我总感觉是训练。啊，训练对啊，总感觉训练棋是吧？啊，然后这个真的是世界大赛了，嗯，这个不知道他们这个精神啊，这弦能不能绷得紧？这白棋就一心一的把中间做活了，嗯，这棋冲他是不是没有粘啊？哦，对，啊、这则在这儿，这则应该在这儿，对，嗯，哦，冲他应该没有粘，哎。那上面都不要了，他是虎的这个棋，这个棋我觉得太过瘾了，这个棋竟然是虎的，我觉得也是。如果是这样，长的断进来，是长的断进来，这感觉白的啥意思？是马上就断进来了，嗯，这是爬回来。但你爬回来也没活呀，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他。你这块也没活、啊、其实这棋我觉得就很奇怪，就这个时候我觉得白的特别惨，白这棋黑的就搬一下呢，如果哦，如果黑的就搬一下呢，这白的往哪去呢、哦、对，你搬完了之后你就杀他了、哦、对，我就杀你了，对，你不是搬粘的、哦、对，我不是搬粘的、哦、你就为了让他别有一个啊、哦，别有这个打劫、哦、因为这地方白的这劫菜太多了，死棋劫菜多啊，这劫菜太多了。哎、嗯，哦，这之前他交换过这个，在你冲的时候，他先交换了一下这个，他先交换了一下这个，哦、嗯，这棋他在造劫菜。哎，那搬一个他不敢应是吗？你只能在那边走了。不知道啊，这棋我不知道，黑棋不是这个棋，我怀疑黑棋滑标了，不是这个棋，就黑的往这儿走了一个。就这个时候，当白棋爬的时候，黑的跳了一个这个，这你看得懂了这个？这步棋是怕这边，就是假如说你点进这个，嗯、会不会有一个杀气啊什么的，有吗？其实我始终不知道，如果像是LG 这样的世界比赛在网络上下，我万一啊滑标了，对，鼠标出现问题了，我能不能申诉，然后要求毁棋？不知道，我觉得这我怀疑这个是滑标了，反正我实在没看懂这步棋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但如果你不走，但是你要在这儿走的话、嗯，会不会人家有可能？就是我杀不了你，是吧？对，我觉得啊、嗯，因为这然后就是这种啊，会不会他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你这能封住我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问题你搬一个，他可能还是得挡吧。这不挡，那你对他还是得挡啊，他一会儿他就打拔了、啊、让你立下来，然后他吃弄我这个啊，再吃我这个也有可能，嗯，有可能，嗯嗯，但就是我还是没看懂这步棋是在干什么。
我估计像这种，你要说你滑标了，肯定不会申诉，嗯、那个不会成功。如果你下个这，嗯、有可能，或者你下个这，对，你本来想搬的，然后点到这了，对 对，或者是你在这边一下子滑、滑到二路，可能这个应该能申诉吧？啊、有，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网络帅肯定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不，主要是他这部戏下完以后，这棋直接就垮了，嗯、就是突然就垮了这个棋。是，嗯，因为我在那个他们在网上一个比赛，好像是一个业余的一个对抗赛啊，嗯、我就看见好像那个就是马天凤跟谁，我记得、啊啊、就是类似于就下到这儿了、啊啊、就是如果他一下到这儿，这块棋活了就赢了、啊、他就把人家吃了、啊、然后他下到这儿，然后人一走，你这块棋就死了、啊、然后呢，然后就死了，还是、啊、没有申那个申请那个，对啊，反正我就看本来是他可以终结了这个比赛、啊啊、然后擂台赛嘛、啊，所以我就说，如果像是网络大赛这种，不小心真的是点错位置，有这个隐患。对啊，有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判呢？啊、哦，这个你可能也是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什么，啊、哦，反正这个你要说你滑标了，肯定不会让你毁棋的，你放心。啊、哦，嗯，你啊、哦，然后白的冲了一下，嗯，啊、哦。然后黑的加，伸下去还不知道黑棋柯洁在干嘛。对啊，黑亮刀了。对啊，这个、柯洁准备了这个扳了连扳的。扳了连扳是亮出了一把飞刀。这回是不是黑棋就真悬了？真悬了这一下，这感觉柯洁又恢复了当年的这个啊。是、这个，就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但其实他就特别有联系的那个。对，歇这么多个月也歇过来了。嗯、这黑的不走了，这深圳去上头了，我感觉。肯定觉得如果硬的话，这边劫材太多了吧？嗯。但这棋沧海桑田啊，你这本来吃了我这么多，全一会儿你死了这个棋。然后他就吃了这点。你上面主要不好，我还没死呢，我感觉是。就这种半死不死的棋，柯洁处理的最好了。嗯、对啊，这边已经死了，都处理这么好，然后利用这边，是，这扳一下，然后是什么？打，打完之后挡住。嗯，然后你得拐一个破眼，拐一个，让他自粘。自粘，他是说你不能走这儿吗？走这儿我就要断你了。走这儿他就打了断，就这样扳住，一气闷三四怀气，啊，这个不行，就紧不住气了。嗯，只有长一个，那我这一挡，哎，哦，啊，里边变成白气把黑的给吃了，对，黑的有个缓气劫之类的可能，但是。这出入怎么感觉在五十目？是啊，这感觉这。那我觉得这个转换下完了，可能有点乱、啊。黑棋下的这深圳旭就应该没有信心了吧？嗯，飞一个，提了一下，这棋把这棋都利用掉，将来这冲完这班海先生，哎、嗯，啊，做活了。把这个做活了，那现在只能吃这块了，对，只能吃中间了，吃不了中间肯定是不行了。黑棋，嗯，然后黑棋啊，把这个地方弄一个缓气劫，嗯，这个是缓几气劫呢？我立你走，我走你走，我走你走，缓一气劫，就看看中间这块棋是死是活了，嗯。但这棋我觉得柯洁就放开了，这种棋他太舒服了。然后这长粘上，哇一个，跳得出来了。这棋柯洁就很舒服了。这黑的确实杀起来太头疼了，杀棋太难。嗯嗯，现在是不是得打那个劫呀、啊？跟他先把那个缓气劫先弄一弄，点进去。点进去，
连续白的是不是不理你了？对，白棋没走。这我觉得现在序已经乱了，这棋下的有点乱了，不是很有逻辑性了已经。再贴回来了吧？贴回来，然后断了。翻一个，这棋确实很乱。哎，你这走了半天就转身了，他就吃了点这个。这中间白棋就觉得他就给你了，对，这很鸡肋呀。对，这跟这咋比呀？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这个开劫的时机也不对。就这棋他肯定要继续去杀，就你不知道怎么杀，你不管怎么样你也得继续杀。就你不能这个时候去跑这开了一个，这是什么劫？你脱先，我脱先我就。他就是想吓唬你一下，对，这有劫啊，对，你我这儿一会儿有劫财，你这得就是让你束手束脚。就我就觉得有点，就是他这个棋下的有点乱啊，我觉得不是深圳旭平时那个一个状态，一个感觉这棋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跟他跟柯洁下可能就心里就有点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他吓唬不住柯洁，那就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他每次对柯洁这个棋警惕，要跟你打劫了。这紧了好几气了，我对，现在紧气，这已经有了，对，啊，搬，对，然后跟我打劫了，嗯，再紧气，没紧气了，嗯，不紧了，对，他紧一下就冲了是吧？紧一下就冲了，嗯，然后白棋紧气，然后黑的走这儿，嗯，那白的应该是提了吗？提了，然后黑的飞，他虎一下。然后再提劫，然后冲一下这子。嗯，那挡上提劫吗？提，冲下来。啊，他又做活了。做活。那我记得这是最后一手棋了。嗯。这就认了。我觉得这。你走了半天，人家吃的还是人家的。啊，这都给你吃了。对啊，嗯，你这个吃人家的人也把他吃了，他。这地方也活了，对啊，这块也没吃着，然后你就吃了中间这点是吧？确实挺鸡肋的，就把这个地方尝出来，这也没尝到多少目，将来这恰吃一打再一搬，嗯，就感觉这个棋深圳旭很奇怪，我觉得就是不是感觉平时的那个深圳旭是，嗯，我觉得他对上柯洁好像心态有点变化，有点发生变化，我感觉。那反正这场棋本来至少就是大部分人就是挺看好深圳旭的，觉得就是深圳旭最近状态好，是，然后柯洁状态也一般，然后那个什么，然后但我当时就觉得柯洁要赢，就我就觉得柯洁对深圳旭的时候他就能激发出他那个内心的那个斗志，对对对对对啊，我是这么想，嗯嗯，到这个174手好像就投了黑棋 啊，陈晨旭就投了，对，柯洁中盘获胜，嗯，那这样呢其实咱们 LG 杯啊就是感觉进八强的人数不多，但是呢其实柯洁在，杨景昕在，嗯，就感觉这个八强冠军还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东西不是打群架，这个这个一盘一盘下嘛，棋一盘一盘下呗，反正啊，只要我一直赢，你管你有十几个人，我只要我一直赢，你也没用了。是啊，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像19年啊，还有在之前还有一次，咱们不是包揽了所有的，也包揽了很多回，对啊，所以呢，经常呢，这个到了四强，咱们看到的都是咱们自己的中国选手内战。不过呢，这次呢，虽然韩国选手。这个在八强阵容里面，他们人数居多，但是我们还有两个世界冠军在里面。嗯嗯，那好，那咱们这盘棋呢，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稍后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 LG 杯的比赛，一会儿见。有信号为。